那么莲池海会佛菩萨，那么莲池海会佛菩萨，那么莲池海会佛菩萨。Homage to the Sivas Lotus Pool Assembly of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The unsurpassed, profound, and wonderful Dharma is difficult to encounter in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aeons. I now see and hear it, receive and uphold it, and I vow to fathom the Tathagata's true meaning. 正身端坐，当愿众生坐菩提座，心无所着。When sitting upright and proper, I vow that living beings will sit on the Bodhi seat and be without any attachments in their minds. 结跏趺坐，当愿众生善根坚固，得不动地。When sitting in the full lotus posture, I vow that living beings will have solid good roots and attain the ground of unmoving. 听讲经时，当愿众生顺佛所说，总持不忘。When I listen to the sutra lecture, I vow that living beings will accord with what the Buddha says and unite with and uphold it without forgetting any. 诸佛菩萨、世福上人、各位法师、各位居士，今天是公元2008年8月23日。我们在芙蓉观音圣寺呢，将继续研究《佛说无量寿经》，就是每个礼拜天跟礼拜一晚上。全部人都听得懂中文呢、哦。OK， 那我今天就讲中文呢。现在一开始我们会先读经，我们继续读上一次停的部分。我们现在要继续讲解的是卷上的第18愿哦。读一下经文：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至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If, when I attain Buddhahood, living beings of the 10 directions, who single-mindedly and joyfully believe, wish for rebirth in my land, and recite my name for even 10 times, should not be reborn there, except for those who had committed the 5 rebellious acts and slandered the proper Dharma, may I not attain proper enlightenment? 阿弥陀佛，他以前还没有成阿弥陀佛之前，他那时候是做国王，后来出家，就变成比丘，他的名字叫法藏，法藏比丘，后来就发了48大愿，这48大愿呢的第18愿呢是教我们用什么方法可以去他以后成佛的世界，也就是说。这个叫色身三愿的其中一个愿，就是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轮回啊，是很苦的一件事情。在这边修行也不简单，这里呢恶缘很多，善缘很少，我们很容易被环境染污，然后会起烦恼，会造恶，还会轮回。所以在这里修行无量劫还是凡夫一个。那么如果想要去到极乐世界去，用什么方法？第18愿的方法是最容易的。他要求的条件很简单，就是他说，假设我得佛，就是设我得佛，就是说，假设我将来成佛，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不管你是哪一个众生呢，你是菩萨也好，
你是圣人的众生，你是菩萨，你是辟支佛，你是阿罗汉，或者你是凡夫，你是天上的天人，或者人间的人类，不管是哪一个种族的人，然后甚至于呢，阿修罗、鬼啊、畜生啊、地狱里的众生啊，还有恶鬼，不管哪一种众生，只要他们能够呢，有心要来我的世界，怎么样子的诚心呢？是这个条件，自心信要欲生我国，就是你只要一心相信，很有兴趣，非常欢喜，想要来生到我的世界来，你用这样的心情来念我阿弥陀佛的名号，即使只是念十声，我都可以让你来了。所以这个条件不是很难，只是凡夫俗子呢，我们知道极乐世界很好，但是我们的心还是不能够欢喜求往生，我们还是欢喜要去求享受，对吗？还是要求天伦之乐啊，孩子要孝顺啊，子孙要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希望身体健康啊，我能够走路啊，我能够不病啊，我不死更好啊，啊，我们就是一直求这些，我们的兴趣，我们很强烈的兴趣是在世间的享受，世间的快乐，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兴趣要去极乐世界，所以去不了。不是你没有修行不能去，而是你真的不想去啦。你比较在意的是很多你执着的人事物啊，所以呢，很多人事物呢，一面对了之后呢，你就会为这一些人事物呢起了很多烦恼心啦。起了很多执着挂碍啊，忧虑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凡夫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不能去极乐、哦、阿弥陀佛已经成佛十劫了，我们现在还在这里，还没有到极乐世界去，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的习气啊，我们喜欢娑婆世界的一草一木、哦、即使在这一生当中你也曾经很遭受到很大的痛苦，可是这个痛苦也是无常的，过了之后就猛给着、啊、又忘记了，还要再继续追追快乐的事情，我们一直是追无常的乐，然后追到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呢，哎呀来不及修行了，已经得 cancer 了，对吗、啊、剩不久就这样，或者有的人呢突然间就往生的、啊、譬如我们这一次呢有一位居士，爸爸妈妈都老了，都要搬家哈，那他就帮爸爸妈妈搬家，然后也是要订一订一些家具啊什么的啦，做一点，因为老爸老妈都没有力气了嘛，这样老了，那就帮他们搬家。哎，结果九天之后，他爸爸突然间就往生了，啊，就是他也一点中风的问题啦，不晓得怎么样，就是有一天去那个 basement 的 car park， 暗暗的，然后呢。过后就变成不舒服，不舒服呢，就这太太还在我们幼稚园教书，所以就跟我们当家师请假，说今天我不能够来教书，因为先生很不舒服嘛。那后来等到五点多才正式打电话来找法师，说暂时我拿 leave， 因为我先生很不舒服嘛，病。然后不到三个小时又 call 来，已经走了。你看才搬新家第八天就走了，不知道是好事还是不好事，不过呢因为他有学佛嘛、哦、所以是走得很安详啊，还是去好地方，然后现在好像七七四十九天内才刚刚走嘛，前几天今天去试骨灰，试那个骨灰，然后今天就开始每个七说要供斋，这样子做斋主，那有在跟他修功德，那这个儿子也就每天会念地藏经给他回向，这样子啊。所以就是说、哦、我们要千万要注意一件事情、哦、生死的事情不要等到最后、哦、才来准备，来不及的，有时候你还没有准备好就突然间要死了，就要靠别人帮你了。如果你平时信愿不够，也许没有殊胜的因缘有人会帮助你啊，除非那个人呢平时就有信
心愿就是这个了，一心欢喜。我最重要的就是我临终一定要去极乐世界，我真的有很强大的欲望，我要升到那边去。然后我尽量平时我都要念阿弥陀佛，而且我念佛的时候，我一定要念到很开心那种才可以。因为这里说自心性要欲生我国，要这个乐读成要是动词，表示我很好要，就是嗜好的好，好要非常欢喜，非常有兴趣。最有兴趣的事情就是要去极乐世界，你就要栽培这样子的心境，你就可以去了。问题是说我们常常有很多烦恼东西弄到你提不起欢喜心出来，有没有？或者有更开心的事情你也就开心那个，不是开心去极乐。所以以前我听过一个法师讲净土法门的法师，他说怎么样看得出你有没有心愿哦？必须要这样子的。他说譬如你是做阿嬷的，今天你生日嘛，子孙满堂哦，庆祝阿嬷的生日。然后如果那个你的孙子就告诉你啊，生日快乐啊，给你很多礼物，你一定很高兴嘛。然后如果你的孙子告诉你说，阿嬷你要不要去极乐世界那时候你的反应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很重要。如果你反应还是要，我要去如果是说阿嬷你现在要去极乐世界吗，那你一定你都怕了，说我现在开心的不得了，叫我去极乐世界。因为很多人一谈到去极乐世界就是要死的啦，因为你不死你怎么去极乐，对不对？要换一个身体嘛人又怕死哦，众生都贪生怕死。所以因为这样呢，一提到极乐世界呢，他就想说不是现在，多给我几年 我才要去那还要想去还不错啦，有的人根本都不提这个事情，那就惨，一点心愿都没有所以那个法师就是意思是说如果你在最开心的那一刹那问你要不要去极乐，你还说要，我很想去那就是有心。如果你发生家里发生一些事情让你真的要大骂一顿你的孩子或者你子孙的时候，在要骂的时候问你，阿嬷你要不要去极乐，他说等一下我先骂你再说那完蛋。他说如果你这样 一这样子反应就表示你这个人没有真心要去极乐，你比较执着的是别人的行为好不好，是不是孝顺我，是不是恭敬我，是不是有听话没听话，你的心愿都在那边，心愿都在呢，要求子子孙孙家庭的资乐啦，生活的快乐，你不是想要去极乐，所以这样才会让到我们还会再继续轮回。所以这个心性要生我国呢，是一切时一处要培养栽培的。因为你不习惯欢喜要求生西方的话，临终的时候更难哦，因为临终的时候我们更舍不得，那时候会遭受爱别离苦有别离苦障住你，你可能那时候呢很难想要去极乐世界你最想的那一刹那可能是说我不想死，我想要继续活下来，这样就很麻烦了。所以这个自心性要欲生我国，你看法藏比丘很，他真的很慈悲哦，他说你要来我不求你一定要你看这里也没有讲到皈依，也没有讲到受五戒，有没有？也没有讲到你要送地藏经，要送华严经，送法华经，也没有讲你要吃素。你看一点讲谈到那些菩萨恨不是直接忍住精进禅定的条件都不在里面，有没有？他只要你有十念念我的名号，从这里你就也可以知道说阿弥陀佛他的名号是不是很殊胜呢他的名号呢六句就可以把你拉去极乐世界，哪怕即使呢你是一个快要堕地狱的人，他还是有办法拉你去。我们看到很多公案了嘛屠夫临终看到很多牛来了吓得不得了赶快请法师来救他，那法师就劝他你赶快念阿弥陀佛，因为你杀了很多牛，现在牛爱拉你去了那你去堕地狱变牛啊还是等等的，所以他怕吗？他就听话了，赶快念南无阿弥陀佛，一念呢那些牛就退了，冤亲债主就走掉，再念下去佛就来了，就跟着佛走了去极乐世界了。这种人本来要被冤亲债主拉去轮回，拉去受三恶道苦，结果也可以呢临终听得进法师跟他讲你赶快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他听得进呢，结果他还是一样呢去极乐。那这个人是不行，他临终十念成就，
临终时念念南无阿弥陀佛，我看到还有的才念两声也一样去极乐世界，那个是杀鸡的、啊、所以你们要千万一定要记得说，那些没有修行的人临终这样子念阿弥陀佛都可以去极乐。那我们不是那种屠夫，我们没有杀了很多生，我们怎么不够修行去极乐呢？ More than enough， 是 problem 是我们这些学佛人反而执着娑婆世界，更多很多挂碍放不下，然后临终的时候呢，就提不起，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很多学佛的人听了很多法，他也会衡量自己，也觉得自己业障很重啦，什么什么嘛，修得不好啦，念佛又打妄想啦，他就觉得自己去不了，所以他临终反而很难呢，有那种100%的信心，我念一定可以去，他很难提出这个信心，所以去不了。这一点你们要注意哦，这个自心信要哦，就你临终要有这样的心境，可是平时要栽培。为什么说远离颠倒梦想？还有讲到《弥陀经》也是讲，世人临终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临终要去极乐的人、哦、不能颠倒，一颠倒就去不了了。颠倒还包括起怀疑心，提不起信心、啊、认为说自己可能不能去，因为我这么苦，我病得这么痛。或者是说我又没有修行、哦、什么什么等等的，他就有怀疑心，对自己没有信心。那所以这个自心信要一生我国乃至十念、哦、你们要明白了之后，你就会了解去极的不难，就是你要把你生当中最重要最欢喜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哪里极乐世界，你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信心，如果没有的话还是有问题。所以这里呢，我再给你们看清楚，就是强调在愿信愿行呢，只是十念都可以去。那当然如果你们念得很好哦，不止十念一心不乱啊，有得到念佛三昧，那你这种人一定可以上品哦，又可以一直实质咯。念佛心如果散乱的话哦，但是你有愿，每天都求生西方了，发愿，但是你念起佛来心很散乱，是下品的，比较定一点就中品，如果正到一心不乱那种就是上品了。所以你要知道你的品位是高还是低，就看你念佛专心不专心。那到底你可不可以去，就是你有没有这个信愿，这个信愿呢是必须一条心的哦，没有其他妄想，自心就是到了极点没有第二个念头。这个时候通常我们会发起自心是什么时候，你知道危险的时候就会了。好像有没有 有些人危险呢， 他第一个念头就阿弥陀佛，就赶快念出来，有没有？他只有想到阿弥陀佛，他不会再去想他银行的存款有多少，即使他现在是 要去提款了、啊、路突然间看到车从前面这样子要撞上你，你那时候会想到你的提款的事情，还有十分钟到那个 bank 吗？你不会想这个，你只会想阿弥陀佛，希望佛赶快来救我，有没有？那个叫自心，那个就是自心，自心念佛，自心信要。所以他说你那个好要想要去的心要这样钻哦，提起这样的心，即使只有保持十生这样短的时间都可以去了。所以你们不要等到你临终才来 try 十念哦，最好现在就要来练习，常常要这样子练习，所以我们才鼓励你们要常常打佛七。打佛七呢，就比较容易让你得到一心不乱，容易让你万年放下一心念佛嘛。那时候就看你什么都放下的时候还念得下吗？你现在来佛堂呢都念不下的话呢，那大概临终是不用讲的了，更困难了。那除非呢，他说你这个人有杀父亲杀母亲还有杀阿罗汉出佛身血，就是你呢把那个佛像啊故意弄破它、哦、弄破佛像烧掉经典哦，你做这种棒这出佛身血的事情哦，然后呢还有破和合身破坏出家人的和合，然后又加上毁谤正法，这六件事情一做了哦，
就可能你罪很重嘛，哈，你就很难会有这个好因缘，会发起自心性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的修行，很难的，因为你对三宝都没有信心嘛，你都把经典烧掉，对不对？又毁谤正法，你怎么可能呢？会相信阿弥陀佛会来救你？那边是很困难。那大家如果不是这种人，你没有杀过父亲，没有杀过母亲，你没有造忤逆罪，你也没有诽谤正法，那你都是可以去的人。只要你在这一生当中能够呢，曾经有一个时候是自心心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一发起这个心之后，成就了十念之后，这样的人呢一定可以去啊。那么你不要讲说，哦，那我曾经一心不乱十分钟，那可是我过后还乱呢，那我可以去吗？你不要有这个怀疑。如果你真的诚心一心不乱十分钟，而那一心不乱是真心要去的一心不乱的话，包你会去。那种一心不乱一定会拉你继续念佛下去，绝对不会让你就这样永远都不念佛了，不会的。因为哦，如果能够有乃至十念一心不乱了，这个是没有讲临终时，你们要搞清楚啊。十方众生他没有说十方众生临命终时自心心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那就是临终时。这个是讲犯一切时一切处，不管在哪一刻时刻，你曾经呢真的是说放弃了，我不要在娑婆里面呢苦苦恼恼烦烦恼恼不值得，我要准备我将来不要轮回，我要去极乐做菩萨，我要享受真正的修行的快乐，去极乐世界没有苦只有乐嘛，你真的呢一心要去了，然后这样子的话能够达到十念哦，曾经这样子你就注定可以去了，不一定不是临终时。而这一生当中曾经有十念成就的话，这十念成就呢就已经得到十方诸佛的护念了，你会进步，你不会退步，明白吗？你只会修行上一直进步下去，越来越靠近极乐世界。所以这一点呢，如果你们学佛那么多年了，到现在你们如果到现在为止你们都不想放弃学佛，还是一样每天都常常都来道场共修，还做功课，每天要念佛求往生，每年都打佛七，你有那种心要这样子修的人呢，就是恭喜你，你的往生极乐的那个chance 那个机会是很大很大。那你再进步下去呢，你一定能够得一心不乱，然后可以预知实质。所以你们都是有希望的，因为你们大家很多个都是有打佛七。八妹你自己有在念佛吗？每天有了哈，现在从圣城回来有念佛了吗？有发愿吗？你念佛你看在这里它重点在发愿，一心发愿的时候要一条心，不可以打妄想。不是有的人讲说，我每天的念念一直功德庄严度啊，这样子回向可以吗？或者是一心归命极乐世界，我发这个愿可以吗？可以，那个愿本来就是回向极乐的愿，但是问题在于你们在念的时候有没有自心性要欲生我国的心境来念。不然的话很多人每天都好像我们在道场每天都做网课，自一心归命极乐世界，很多人是一边念呢一边怎么样打妄想的，没有那个一边念一边说自心信要乃至十念，那个诚心那个恳切求往生的心没有出来，你只是唱一唱是重原因，因为你没有自心信要欲生我国的那个愿没有出来，你只是唱那个愿，你没有求愿，你没有真心发愿。所以印光大师他们都讲发愿的时候一定要至诚恳切的，把你的身心都丢进去里面了这样子在念的，那才是真正的是符合了第十八愿的要求。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不管你们念什么，你即使你不会念偈颂，你不会念你只功德庄严佛净土，你也不会以行归明净的时间，你也可以发愿的，你就每天跟阿弥陀佛讲了，阿弥陀佛弟子今天念佛啊所修的功德，我就是要去极乐世界，你到时一定要来接我，你跟他讲就是发愿了。
我要回向给一切众生，跟我一起去极乐世界啊！你这样用讲的，其实更加贴切，更加发自内心里面对佛宣说，你知道吗？所以我说，我们凡夫哦，唱唱念念哦，就会哦，啊，当唱歌了，很难自诚恳切。所以我喜欢用讲话的，啊，跟佛沟通用讲话的是最诚心，直接跟佛讲，佛啊，我要去极乐世界哦，我现在要带一切众生来拜大悲忏，求生净土啊。愿我及众生尽极报身，一定能够去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你一定要来接引，慈悲，你一定要来接引啊！你这样子讲呢，跟你这样子念念哦是不同的，用自己的语气来讲话，是最真心、最诚心，清楚吗？啊，所以这个谁都可以做得到啊！所以你说，你好像你很少打佛七，你也在家里念，在家里修，你在回向发愿的时候，一定要很诚心。啊，你如果你念的那个回向文还觉得好像没味道啊，那你就用讲话了，啊，念了讲了那个以行归名，念完了你还跟佛在讲弟子无量劫所修的功德，哦，就是要回向去极乐阿弥陀佛，你一定要记得要来接引，让我早日可以一知十字，啊，我要有一知十字的功夫，快快乐乐的去极乐世界啊！你这样每天跟他说，这个就是自心心要欲生我国。那以这样的恳切的心要求，你就有心愿嘛，佛呢就会护你，诸佛护你，你就会心慢慢越来越清净，烦恼会减少，就会有智慧，你就越来越可以专心念佛，那你做什么功课就会越来越欢喜啊，这就是所以得到十方诸佛护念，不是说你修了什么，而是你恳切求生西方就可以了。所以其实佛一直要救我们，就是我们不懂得说跟佛求救，你知道，你看阿弥陀佛伸这个手伸多久了，你知道吗？十劫他成佛之后，他手一直这样等你们来啊，你们就不愿意伸出你的手，所以我们就没有被他救嘛。所以你要给佛救，你要跟佛讲，我要被您所救的，你一定要救我，我一点功夫都没有，一出去外面呢就散乱心，就给境界转，我是没有功夫的人，你一定要让弟子有加持，弟子让弟子有功夫，你可以这样跟他听改的。你们很会跟人家，我常常说你们很会打电话找人家聊天，就不懂得跟佛听改商量啊。你找佛呢一定，我问你们，你们如果跟佛谈话，佛会不会听得到？在《金刚经》讲，一切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悉见啊，如来啊，最了解每一个众生的，你们心里想什么，他都知道，他都看得到。那你的心根本一天到晚都从来没有跟佛讲一句话说，我要去你那边，他说啊，那我心来了。你没有心来的，你每天一天到晚最在乎的是这些娑婆世界轮回的事情，你都没有抽出五分钟来跟我说要来极乐，连这样的心都提不起来。那他也知道没办法，你的缘还没到咯，慢一点咯，等你来世咯，你才会醒悟哦，或者再来世哦。佛是很 everything OK no problem， 你现在要来我就让你来，你现在还不想来没关系，多几世再来，先堕地狱出来再来也可以， up to you。所以佛就是有定力，他不会因为你现在想来，他就哇，他就很喜欢你，那个还不想来的就很讨厌。佛没有，他没有分别心，他就是随缘复感，随缘复感。只要有人呢，你有求啊，有求必应嘛，佛有求必应，你有这个感，他就有这个应，你有这个求愿啊，他就随这个缘，他就会来。他知道你时间到了，他就会让你今生就去。如果你没有这个意愿呢，佛也没有 no problem， 你还不想来 OK， 多等几世也没有问题。但是你是一个很怕死很怕轮回，想这一世是最后一次轮回了的人，我相信你一定天天都会跟佛讲，我这一世我就要去，阿弥陀佛慈悲加持，让弟子今生就可以去啊，你这样子求的话呢，就是意愿很强啊，有这个感就有这个应，佛就随你这个缘，这个众生这么真诚要来，我一定带你来啊，那你就可以去。全部人都听得懂我讲的吗？明白哈？
OK， 好，所以去极乐世界不难，只要你怎么样诚心想要去就可以了。而且诚心要去的人是天天要跟佛讲，而且呢还要诚心到呢有境界来，还是要诚心去。所以呢，有没有信愿哦？不只是说 last for 10 minutes or last for 10 recitation， 不是只有十念的诚心。如果你有那个持念十念的诚心，你就会有智慧了。将来你也会跟自己讲，哎呀，我真的要去吗？我真的那么恳切要去？那为什么现在我又为一点事情又起烦恼，我的愿又跑去那个事情，我又没有诚心要去极乐了？你就会懂得回光返照，反省自己。这一层回光返照反省自己，你就会进步。所以呢，信愿呢，是修这个自心信要欲生我国哦。怎么样可以证明你是自心信要欲生我国哦？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都是保持那种炽热热想要去极乐的心，很 alert 啦， very mindful 啊，哦，就不会那么容易又起烦恼。因为你了解说，我一起烦恼我就种什么因？娑婆因。种娑婆因就结娑婆的果，表示我会继续在娑婆轮回。所以你会相信因果，哦，相信因果，如是因如是果，种瓜就得瓜，种豆就得豆。你就会自己问自己，我们人到底 会来世会在哪里轮回，哦，就决定在于你们自己的平时的身口意三业。平时你每天做什么事情，你讲什么话，你在想什么，这三个呢是善还是恶，就会决定你来世呢会在哪一道去轮回。如果这三个呢都是清净的话，一定是去佛国，啊，清净呢就是说当然就没有恶咯，只有善咯，而且那是叫纯善，啊，清净的善，不是执着的善。一般人行善呢都不是清净的善，对吗？我们做善事很多人都是有条件性的，对不对？我对你好，你一定要对我好。你反咬我一口，我一定以后再也不帮你了。你这种人，好，你一定起这个念头，有没有？所以你的善呢，不是纯善。菩萨的善呢，真的很清净。他不是因为呢，我帮助你，一定要你要回馈我，没有的。你们去学《华严经》的世间品，你就知道了。不住施，不求果报故，就是我不执着我所做的布施。我为什么要帮助这些人？我要跟他们结善缘。我就是要帮助众生，他需要我就帮他。然后因为人哦，你们要了解，每个众生的恶心所多过善心所，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哦，恶念会强过善念，一般人是这样。那即使你曾经呢帮助他救了他一条命，但他应该是感恩你。如果是善心所很强的人，他一生都不会忘记你是曾经救他一命，救济过他的人哦。那如果一个人他的这一种，那被你救的那个人，被你帮助的人，他的善不够，善心不够的话，他就会呢过了一段日子他就猛给塞，忘记你曾经帮助他。等到有一天呢，你可能呢做出一些事情他不满意的，他又会骂回你，他会诽谤你。所以你要了解众生有这个问题，你不要因为他这样呢你就不开心。如果你这样就不开心，就表示你这个人当时帮助他的时候不是纯善，是有条件的，就是我帮你，你一定要呢对我好。你对我不好，就表示你这个人是忘恩负义，你就揍他，你就骂他。所以以前你曾经在他那边修善，现在你又在他那边造恶造口业，明白吗？所以你只要你不是纯善的，你的善会变成恶的，一相反境界出现就会变成恶业就来了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真心要去极乐世界的人，你的心里就不会呢在每天放不下别人怎么对待你，别人对你好对你不好，听你的话不听你的话，或者是给你麻烦，这些你都已经不会放在心了。因为你了解说，我一放在心我就会起很多烦恼，对不对？我很多过爱执着，过爱执着烦恼是三恶道的因，是地狱的因，是娑婆的因。这样你就是虽然你跟阿弥陀佛，我一定要去极乐，但是你的行为表现出来的就是你还是喜欢种这里的因，你控制不了你自己，你还是喜欢种这里的因
所以呢，也就是告诉各位说，自信心要预生我国真的很真了的时候，你一定会修行上进步，进步到你会修第十九愿了。所以，我们今天等一下有时间，我们来讲第十九愿。第十九愿是大修行人去极乐世界的方法，这个是属于下辈往生的，就是因为众生有上中下根嘛，根性比较差的人就没有什么修行嘛，只会造恶，对吗？那会造恶的人，阿弥陀佛也是慈悲，他会想到。哎呀，什么众生只要喜欢来，我就给你来啦，你只要会念十念，我就欢迎你来的啦。所以才会说有一些人是造杀业的，临终也是念佛而去极乐。这个就是表示阿弥陀佛的慈悲。所以有的祖师就讲，第十八愿是属于最慈悲的愿，最真实的愿。每个人都可以靠这个愿去极乐世界，因为要求不多，只要你真的诚心要来了，只是念十念，我都可以让你来，要求不高啊。但是话又讲回来，当你能够自信心要欲生我国，你是一个学佛的人，你真的诚心要去极乐世界的话，因为你已经是学佛，你懂得诵经嘛，你懂得做义工嘛，你懂得护持道场嘛，你是一个学佛的人，你又真心要去极乐你就会进一步修功德了，因为你知道说我要去极乐世界，我有没有真心要去？现在我帮道场帮得很勤劳，然后呢，各个人都说我很好，我很开心。哎，这个又是落入娑婆因。然后，如果你帮道场帮了一阵子，然后又给人家嫌弃，人家又说你做得不好，你又难过。如果你有这个反应，你所做的这种护持道场的工作呢，还是属于善恶夹杂，不是纯善，有条件性。我帮到那么辛苦，总要感恩，你都感恩我都来不及，你还要挑毛病？有几个人肯像我这样发心的啊？好，你还会这样子去比较啊？你觉得被骂得很冤枉啊？你又不开心哦？如果你会这样子去想呢？这是表示说，你这个思想还是种什么因？娑婆因，娑婆世界就是有这种不满的心。娑婆世界的众生就是常常会抱怨呐、不满意啦、不开心啦，就是执着啦，那所以呢，你们注意听我讲的，就是自信心要医生我国说，你真心要去，你也就会很注意你自己，千万千万，我做什么都好，我不要执着这边的好与不好。人家对我好不好都不重要，因为呢，对我好我就高兴，我又种娑婆因；对我不好我又生气，我又种娑婆因。这就表示我心想去，可是我还是呢，好像做不得主，还是一直在种娑婆因，这样不值得，明白没有？所以你就会想说，那我要修功德，我要学文殊菩萨。众生对我不好，我也发愿；众生对我好，我也发愿。你就会修憎恨品的愿了。你就会变成这样子的人，那变成这样子的人呢，很好咯，你就时时都可以修到，人家对你没有礼貌，也可以有功德，只要你懂得发愿，你就会有功德，所以你就会有开智慧，你就明白说，原来一切众生对我好与不好，都是可以制造机会让我修功德的，而不是给我麻烦或者给我执着，你就会。懂得取舍，你会觉得说，我这样的反应才是让我修功德，我那样的反应呢，就是执着娑婆，又是会轮回娑婆。所以也就是说，自心心要欲生我国之后，这个真心一发出来之后，你就会常常跟自己讲：“哎呀，这个东西坏了，哎呀，谁又不小心跟我弄坏我的东西了？”这个时候呢，你就会问你自己了，是不是值得我现在发一场脾气呢？你现在发一场脾气的话呢，就表示你这个人有诚心要去极乐吗？你当时的心是什么？不满意别人很粗鲁，把你东西弄坏，是一种嗔恨，你明白吗？这个嗔恨啊，哟，这惨哦，三恶道因哦，知道吗？所以你自己自然而然你就会知道说，我不应该生气，我应该要想。会给人家弄坏，然后我们常常很喜欢跟以前的人做比较，因为现代的人跟以前的人不太一样，对不对？现代的人很粗心大意，以前的人比较细心做东西呀、因为众生
将来的众生他们会就是业障会越来越重，习气越来越重，福报越来越低越少，善根越来越薄弱。所以你不用，你不要去 expect 所有学佛的人，将来要来学佛的人会像我们这样子精进，或者像我们这样子小心，或者像我们这样子的就是很认真。不是每个众生都这样，会将来越来越难度，众生会越来越难度。所以你要了解这一点之后呢，你就要知道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遇到种种的不顺发生的时候，你一定要接受这个事实，而且你要了解这一切的事情的发生都有因果，你要了解这一点。如果你是深信因果，你就让它发生，你不要为了这个事情的发生来起烦恼，又中娑婆因，又不是诚心要去极乐。所以话又讲回来，这个人呢给你很多麻烦，也是在给你机会让你训练你有没有诚心要去极乐世界，还是要感恩他。现在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你就发大脾气，你就忘记要求生西方，何况你临终什么都放不下的时候，你怎么会要求生西方？或者你最糟糕的是，很多人临终的时候冤亲债主找上门嘛，怕你病到很痛苦啊，病到冤亲债主会弄到你，即使你平时你会念佛，如果没有自心性要欲生我国，虽然念佛念佛，但是遇到事情还是起烦恼，你是这样子的人啊，恐怕你临终啊，冤亲债主来得凶的时候啊，他让你不想念佛，你一听到念佛机你就烦了，一听到那些人跟你助念你就起烦恼，怕你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哦。所以我就是说，现在呢一点小事情，东西给人家弄坏，几千块的东西弄坏都快，你就生气，那你想想看呢，你已经习惯这样的话，你临终呢更困难，更困难会急得接受我现在应该是。所以你们知道吗，修行哦，其实呢很重要的三个字，你要有这个三个字的成分，你一定会进步，就是柔软心。要越修越柔软，不要有意见，不要我自己的我爱，你跟着我爱跑，你会有很多的痛苦哦。娑婆很多事情不是顺你的意的，你柔软心接受，你不要去希望别人要给你很顺的事情，没有的。越给你不顺呢越好，因为呢是把你堕地狱的因转成这些麻烦，常常要这样子想，你会有正知正见。这不是我讲的话哦，经典里面讲的，本来应该堕地狱的因，好，可是你修行之后还有很多麻烦，还有很多生病啦或者人事的麻烦，要感恩，已经把堕地狱的因转成是这个，还是要感恩，还是很欢喜来接受，而不是在那边呢为这个事情烦恼。那你没有远见，你看不远，你不明白经典在告诉我们什么。如果你对三宝有信心，对佛法有信心呢，遇到这一切的障碍呢，你还是会看到呢已经佛加持我很多了啊。好像刚才我要来的时候呢，有一位学生他就跟我讲，他这一次华严法会啊，来参加华严法会，来住道场，他的脚走几步都痛得不得了，很痛很痛，他就打妄想了，不然我就不要住道场了啦，我就参加了就回去了，不要住道场。啊，那他在做工的时候就听到我中午他们有开那个 MB3 嘛，哈。去年讲华严经，中午讲华严经的那个录音档，他听了，哎，听到一段，我说宁可一地狱，好，我可以找给你们看。好，你们读这个，你们如果能够明白，这是谁说的法？我看真实慧菩萨，他的寄送哈，大家读这个来，宁受地狱苦，得闻诸佛名，不受无量乐而不闻佛名。哈，他就听到我解释这一段，哇，他就很开心，他说，哦，对，我现在脚痛的我实在顶不住，哦，那已经把地狱的苦转成是痛的顶不住，那也好，我灵受这个就是地狱苦了，我在受地狱苦了，多么好，我在道场我又可以听到大家念佛的声音，念经的声音，哦，他说我灵受地狱苦，我可以得闻诸佛名，我如果
不来道场修行，我在家里享受的话，我要受无量乐，又没有闻到佛名，那不值得啊。所以他就相信呢，真实会讲，所以他就有智慧啊，他就很开心。他说：“哦，我受这个脚痛的不得了的苦，就是受地狱苦，然后我又可以闻到佛名，这就是菩萨叫我们要这么做。”他就这么忍下来，哎，不到几天不好了，没有痛了。这个就是说，我们要了解，我们真心欢喜要去极乐的人啊，我们遇到痛苦哈，你要很开心。其实呢，你越柔软接受哈，你会发现到你的苦越来越轻了。你们没有发现到，你即使病，你即使有障碍啊，很快就会过去的，会越来越好，没有这样严重，越来越减轻的。这就是因为你人柔软心接受果报，反而呢你的业障很快轻啊，你就轻松很多。再加上呢，你又能够呢相信经典所说的话，就是说，哎，我现在修行受一点苦，我欢喜去受这一个修行的苦，我就可以免掉受地狱的苦。你相信这一句话，本身你就有功德。你深信经典的《华严经》讲的《金刚经》所讲的，你就去起一个欢喜心，恭喜你。你会有信相信大乘经典的功德，也有深信因果的功德，然后呢你又柔软心去接受，你的罪就消了，所以你的病就没了，清楚没有啊？所以很妙的。为什么菩萨呢会那么喜欢说在修行过程当中即使受苦都很开心呢？因为在修行的时候一定就是念佛念法念僧嘛，一定是念佛念菩萨名或者念经念咒嘛，这就是叫闻佛名啊。所以当我们修行是感受到地狱苦的时候啊，你还是要选择修行受地狱苦。这个地狱的苦才恐怖啊，炸油锅啊，炸几千万年呢都不能出来啊，一天死几千万次哦，好苦哦。那现在这个脚痛什么痛，那个还是小苦啊，那个还好啊，那个已经可以把你堕地狱的苦消灭掉了，多么好哈。那因为呢菩萨说，我们继续看，他说，所以于往昔无数劫受苦，流转生死中，不闻佛名故。他说我就是在过去无量劫，为什么一直轮回受苦，有时又变动物，有时又变鬼，有时又堕地狱，受了无数劫轮回的苦，是为什么呢？哦，因为以前我在生死流转当中从来没有机会闻到佛名，所以我才会一直受苦。所以你们现在能够闻到阿弥陀佛名啊，你还讲你还继续苦下去，那实在不应该，对不对？闻佛名就可以灭苦，为什么你闻了这么多年，然后也念了那么多年佛还那么苦？不可能的事情，各位，那已经是有问题了，你是口念心不念的问题。如果你真心念佛，你绝对不会说苦会增加呢，我只会减少而已的。你们说讲的对不对，所以大家回光返照自己，是不是越修越快乐，还是越修越烦恼？抄好了，有没有问题？我欢迎你们问问题。你在美国也是受苦，痛，是都是因为你有业，你们有造了一些业，当你要造了一些恶业，当你要修道，那恶业就出来，就让你病。所以很多人去美国都会病啊病啊，参加法会啊，都会生病。这个就是你的罪业的显现，就是让你这时候清掉。你们不是讲排毒排毒吗？有时候说发烧也是排毒嘛，就是应该 要发烧一下它才会清嘛。所以你就是要病一病，或者是需要是 给人家骂一骂。有时候他们做义工还给人家骂得半惨，哎，那些骂你的人都是消你的罪的人。有人家骂你，人家给你麻烦，多，表示你罪业很多。然后当你修行进步了的时候，这些会减少，不是完全没有，会减少很多。然后减少到最后变成说，哎，给人家批评好像你心里一点都没有感觉了，那时候就是你的那种智慧增上，般若智慧增上，你就变成说你更能够呢有那种柔软心，又感恩心去接受别人对你不好，那时候反而就很少人要来 test 你了，因为你已经 pass the test， 就不需要人家再来一直折磨你，一直来给你麻烦，你知道吗？所以
你在修道上你做什么事，你发什么心，有很多人障碍你呢，这个是你还有问题的关系啊，你还有我相啦，我执啦，我慢啦，还有一些名利心啊，你还有一些业障，所以就必须要还有人 来考你，磨到你亮亮哈。然后你比较亮，比较没有这么多棱角的时候哈，啊，你怎么滚都不会痛，你知道吗？有很多棱角来会痛，对不对？也就是说，那时候呢，就变成说那些境界已经是减少很多。那即使还会有呢，你听起来呢，就像我们昨天所前天所说。还是昨天如饮甘露，我闻恰似饮甘露，人家的毒骂你，毁谤你，批评你，扭曲你，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你会感觉像喝甘露那么甜。哇，如果能够这样不得了，你是一个很有功德的人。为什么？你有忍住波罗蜜的功德，你已经能够呢有那个趋向慈悲的那个能力的，而且有种种菩萨恨的那种修行了，清楚吗？啊，所以呢，讲来讲去还是要人家来 test， 需要他们 test。如果修行上没有 test 也是不可能。你看外面的人没有修行也是有 test 嘛，对吗？何况我们修行更加会多一点。好，所以我说自行信要一生我国，真心要去极乐的人，他一定会有理智存想，他遇到呢不顺障碍事情不会发脾气的，不会看到一点什么马上这第一句话就是口气就很重哈，不会口气那么重，还是很比较很平静的那种好语气来讲，哎，为什么你跟我弄坏啦，或者是什么吗，或者怎么样，不会那么大声的那么这样叫。如果还有这样，那是你的嗔习还很强，你的嗔习呢推动你呢讲这样重的语气的话，嗔习减少了就是表示你罪业比较轻。一个人容易发脾气就是过去是罪孽比较重，所以你会常常发脾气，发脾气就很快堕三恶道嘛。你的冤亲债主希望赶快让你去跟他在一起，他妒忌你当人，他在地狱受苦，你在这边当人，所以呢，他就让你常常的发脾气，无名火，常常起无名火，起无名火起得多了，造了很多恶了，连爸爸妈妈都敢骂了，连老师也敢骂了，毁谤老师，毁谤爸爸妈妈，毁谤法师，完蛋，你很快就会堕地狱。所以是你的冤亲债主让你一直看到什么都不顺都不满意，都要发脾气，都要去批评，你变成一个爱造口业的人，爱毁谤人，那是很惨的。所以这是嗔恨心让你，为什么你会起嗔恨心，你的罪孽重，你的冤亲债主在那边旁边的那边鼓励你发脾气，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就会这样啊。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认清，说我们要求生西方的人要柔软心，接受一切的顺与不顺，不要去执着贪爱或者嗔恨，好也不要贪爱，不好也不要排斥，还是要借这个境界看是不是还念得下佛。这么开心的时候还念得下佛吗？这么不顺我还念得下阿弥陀佛，我还可以很静下平静的心来念佛吗？这都是在考验你有没有真心要念阿弥陀佛，有没有真心要去极乐，清楚没有啊？所以十八愿是这样了，讲起来好像自心心要欲生我国啊，问题在于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的信要恐怕还是你的爱欲，还是恐怕还是不是去极乐。你的爱欲是希望呢工作顺利啊，然后呢多一点人来 customer 哈，多一点人来找我啊，多一点你的爱欲都跑到那边去啊，就是会让你呢。迷失了，还是会迷失在娑婆世界。我们现在可以来看第十九愿了，第十八愿我上次讲了好几个月，今天做一个 conclusion， 大概是这样。现在看第十九愿，设我得佛，十方众生发菩提心，修诸功德，自心发愿。欲生我国，临寿终时，假令不与大众为劳，现其人前者，不取正觉。 If, when I attain Buddhahood, living beings of the ten directions who bring forth the body mind, cultivate various meritorious virtues,
single mindedly make vows and wish for rebirth in my land, should not upon death have me appear before them surrounded by a great assembly, may I not attain proper enlightenment. 这第十九愿也是往生极乐世界的方法，这个呢是要大修行人上品生的，都是修第十九愿的条件。这第十九愿呢是要摄受呢大根器的大修行人，包括大菩萨啊，好像华严经的菩萨们，普贤菩萨在普贤行愿品都劝他们要发十大愿导归极乐，发愿去极乐世界，以十大愿呢往生到极乐世界，一到那里立刻花开见佛，悟无生法忍，立刻可以到十方世界去度众生，哦，很快的啊。那因为你在这边已经可以修功德，你已经在这里是没有烦恼，只有修行了。遇到什么顺逆境界，不动那颗心，都是善用那个境界来修功德。你们说做这种人快乐吗？多么开心，哦，多么的有定力。这个要这样啊，也要把贪嗔痴放下。你看我们人啊，每天不是都是爱欲嘛，跟着爱欲跑哈，好东西现前，你不起一个贪爱的心吗？好吃的东西煮出来了，香喷喷的，你不会喜欢吗？你都会呢，想吃多一点。咖喱面不可以吃，还是照吃。啊，东样的什么啊，吃了现在 HINI 这么严重，最好不要吃多那些炸的啊、辣的、酸的哈，那还是要吃。那偏偏就是放不下，有没有？已经这样严重了呢，还是要煮这样的东西来吃。你就可以看得到我们人的爱欲多么强，所以才说不能去极乐，就是爱欲障碍我们，不是谁障碍我们，我们本身很强烈的爱欲。最强烈的爱欲就是财色名食睡这五个啦，钱财、对美色，年轻人十多岁啊就开始想要找男朋友找女朋友了，就要谈情说爱了，他就要结婚，然后呢结婚不久就想要有孩子了，就爱孩子了，再来就爱钱了，然后爱吃了，这些都是我们放不下的爱欲。而且这五个叫做地狱的五条根啊，不是好的爱欲啊，你不放下的话呢，他会拉你去地狱啊。你看我们以前没有吃素的时候，就爱吃 Kentucky Fried Chicken 啊，又这个那个啦，都是爱吃那些猪肉啦，还是什么啦，个人每个人的爱不同，或者有人喜欢吃酸辣鱼啊，都是去造那些杀生业嘛，当然会堕落啦。有位居士告诉我，他父亲是 accident 死的，脑浆都跑出来，就是脑就碎掉。然后他后来学佛还知道为什么爸爸会死得这么惨。后来说哦，因为爸爸以前很喜欢呢捉那个老鼠啊，然后把老鼠的头敲破，常常这么做。所以后来他突然间就 accident 的时候，脑浆就喷出来，就脑就碎了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说杀业杀生业多了，你就会堕落。所以因此从这里你们就要了解到说，我们你看我们或者爱杀生啊，或者爱吃众生肉啊，都会让我们很快会有现世果报，然后还有将来的现世的一些这个果报，还不是算果报你知道，现世的一点报应，果多数果在地狱，然后地狱出来还有花报，转恶鬼变畜生，然后当人的时候会很苦，会贫穷下贱，然后会愚痴啊等等，看你是造哪，因为什么习气而造业啦。如果是冤枉人而造业，又是变什么，在楞严经讲得很清楚。如果是骄傲欺负人而造业，欺负众生，或者嗔恨心杀众生，然后以后变人的时候会变哪一类的众生，楞严经都讲得很清楚。 OK， 好，现在我们正式来讲解第十九愿啊。设我得佛，就是假设我得成佛果，我现在是法藏比丘，我发愿将来我得成佛果的时候，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不管你是哪一道的众生，你是圣人的众生，就是菩萨啦、阿罗汉啦、比丘佛，或者你是凡夫俗子，只要你能够发菩提心，
修诸功德，然后自心也是哈、哦。一条心，没有别的妄想，就是一心，我就发愿我要去极乐。你能够有这样的愿心，我就可以来接你。然后我来接你的时候是很殊胜的。你发愿呢，一心发愿想要来到我的世界，可以。而且呢，临命终的时候，寿终的时候呢，假如我不让所有呢跟我一起修道的弟子们，那些菩萨们一起围绕在我身边，现在你面前带你去的话，我就不成佛。所以为什么呢？第十八愿没有讲到说与大众围绕现其人前，因为第十八愿呢没有讲很多的修行，只是乃至十念你就可以来，那你品位就比较低的嘛，你有十念都可以去了，那你不一定是大善人、啊、你可能是大恶人，可是你临终呢，你知道你不去极乐一定会堕地狱，你还念得下阿弥陀佛求佛来救我，你这种大人本来堕地狱的又可以去到极乐，那当然呢 你就品位很低嘛，下品下生、啊、所以呢不会有很多圣人来接，最多是西方三圣，有的只有阿弥陀佛，有的是观世音菩萨而已。可是因第十八十九愿就不同咯，第十九愿因为因果不同，你种的因很殊胜，妙因会结妙果，你这一生很妙，你是妙好人呢、啊，你是人家对你好对你不好你都 no problem， 你很妙的啦，骂你你也是 OK， 赞叹你你也 OK， 你没有很多意见，不会讲是讲非，你只会呢很欢喜的来做功德啊，每天都发菩提心发菩提愿来做功德，很妙，这样子的人啊，没有造业，他很清净，当然他一清净啊，六度都清净啊，布施也布施得很清净，没有像我们一般人布施了之后、哦、就在那边呢讲很多的话，就是告诉你们，你们来做这些修这些，你没有具足六度波罗蜜的心来修，你们来道场修一修，是修多数是善恶夹杂，很多人都这样，因为功夫不到没办法，所以我说你们、哦、尤其受了菩萨戒的一定要常常听经啊，尤其要去听大乘经啊，你受了菩萨戒你还不学华严经这些大乘经来增长你的般若智慧的话，你来道场修功德你也是善恶夹杂一边造业啊，你的布施不容，你布施你是修布施，问题你是不是十种清净施哦，你是有条件施，你是呢不满意施，你是呢做一做有人讲你你又不开心、哦、或者是人家慢一点的弄，或者是人家搞砸你的东西你又不开心，你又怪人家做得不好，又用一种脾气来讲人家，那对方又很不高兴，明白吗？你的布施呢不具足，因为你不是发菩提心在做，你虽然发心来修，可是菩提常常忘记，你们要小心哦，你们发了菩提心来道场服务，来道场共修，是发了菩提心才来共修，但是菩提心不是哦，不是只是 last for 那一刹那、哦、我要来发心来道场帮忙了、哦、然后过后啊，来正式修之后就要念念发菩提心的啊，念念都发菩提心，因为没有念念菩提心就会呢很容易念念都烦恼，烦恼即菩提，只要一起烦恼你菩提又不见了，你当下叫忘事菩提心，清楚吗？你们本来就发菩提心来做工啊，来帮忙、啊、可是呢又起烦恼，当下又忘事菩提心，结果呢离世坚平讲，忘事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什么魔业、啊、你看你来道场做工也会变成魔业，假如你做一做啊，遇到不顺或者不圆满的时候或者怎么样，你又起烦恼，当下没有菩提，忘记菩提，那你还是继续做嘛，一边骂人一边还是做工嘛，一边不开心也是继续做嘛，不过呢你那种心境呢不是欢喜清净心在做事，那你那个呢已经是属于忘事菩提心来修善法，还是继续在做嘛，做善法，但是他说是魔业，大家都听清楚吗？啊，所以这一点啊，你们来到远道从那个吉隆坡来到这里听啊，一定会给你拿到宝的，因为来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方花了那么多时间汽油，你一定呢会有佛菩萨加持你，让你比较听得进，这种法我讲了无数次了，不过今天相信你们呢
比较可以接受得到 get the message. Why? 就是因为你真心求法的关系，你付出的越多，你拿的更多，很容易得来的法，你不是你的法，要求来的，要拿出你的身心性命，那更不得了，你还会正果。那像菩萨这样了，舍命为法，结果他们很快就成佛菩萨。就我们比较慢，因为我们不够诚心，有空才来听啦，没有空就 不来啦，对不对？可有可无吗？好像你更重要的是吃晚餐啊，或者是去聚会啊，去怎么样啊，那个更重要。所以你没有把法看重，当然你就得不到真正的受用。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善用其心则获一切圣妙功德。善用你那颗心，把你的心看重在法上，不得了，你的功德会很多，你会得到十方诸佛的加持力，因为你的真心就跟诸佛的真心相应，就是像我们上网 connected 了，那当然佛的功德一直 pass 给你，他也帮助你把你自信功德显出来，这是必须要拿出真心，拿出真心才能够跟佛的真的佛果相应。如果你是不是很认真，不是很认真的可有可无的话呢，那就比较慢一点，没有那么快有感应道交，智慧也比较不容易开，所以一切唯心造啊。所以你们已经活了一大把年纪哦，一定要跟自己讲，对我最重要的是谁？三宝还是你的那些人事物啊？每天所执着的人事物，你多么认真，到头来给你更失望啊！反而有时候，对吗？啊，因为你的认真对他们也是有条件性吗？所以一定要被惩罚，给你有失望的感觉，对不对？你对外面的人事物，你的家人，你也是很认真，可是都是不是真慈悲耶？所以我们刚才念到有一段佛说，十方如来对待你们众生啊，比父母还更加的真啊。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就读到这一句吗？大家读，佛言：我哀悯汝等诸天人民，胜于父母念子啊！佛说啊，我可怜你们这些众生哦，我怜悯你们，比父母哈、哦、怜悯他的孩子的那种情还重啊，还更加的真啊！啊，佛哈、哦、永远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众生。做父母的有时候都会放弃啊，有时候真的你生到一个孩子是真的无药可救啊，你都会不要他了，不认他为子啊，都可能。所以说父母对孩子的怜念的情啊是有条件性的啊，你真的这样弄到我实在是太痛心了，我不认你为子，有没有啊？这样子啊，所以你要了解到呢，我们现在呢多数一般人没有学佛的人，他们对人家好，爱自己的孩子或者爱自己的家人，那个爱不是真爱，你们说我讲的对不对？不是真爱的那个爱呢，是有时候还会发脾气的爱，对吗？还会生气的，还会吵架，甚至还会搞离婚的，有没有啊？所以你们要了解，因为我们凡夫用的爱呢，那种不是真爱，佛的叫慈悲，佛的我们不用爱这个字，我们用慈悲，慈就是给你快乐，悲就把你的苦，佛心心念念就希望我们快乐，不要有苦。所以看到众生呢不听话造恶的时候呢，佛就会很痛苦，佛也会想法子呢让你呢要走回头路，他会救你啊。可是不像他有那种耐心，佛菩萨有那种耐心，他不念众生过，他不念你们有过，他知道你是的因因果果，为什么你现在这么难叫，有原因，然后佛会有耐心慢慢来感化。他不像我们现在的一般的人呢，他会有个人的那个很强烈的我见，就说为什么我这个大儿子就容易教，这个小儿子现在很难搞哦，他就很不满意那个小儿子，他就不能接受那个难教化的小儿子，有没有啊？从这一点你就知道说，我们凡夫的爱呢是 based on 我见我的想法，
我觉得呢，应该两个都要这样子听话才对，为什么这个就偏偏不听，你就很反感那个，可是你没有进一步的智慧去看到过去式的因果，你那个小孩子为什么很难教，原来他是来讨债的，就是专门来给你麻烦的，因为你过去式就专门就是他的冤亲债主嘛，他现在投胎做你的儿子要来给你麻烦，你明白吗？你没有看到这一层，所以你就不能接受那个小的，你就常常打他骂他，很气他，不喜欢他，有没有？所以你们要了解，我们不要再做凡夫。做凡夫呢，就是呢所做的一切都是轮回的因，因为不是菩萨恨，对吗？不是发菩提心而去对孩子好的，是说我尽责任罢了，可是尽到很起烦恼那种。他不是说我可不可以做一个在家人心菩萨道呢，我更深一层呢，我一个 平静的心，平等心来对待呢不同的孩子。如果你们能够这样，我真是恭喜你们呢，做在家人呢又可以呢有行菩萨恨，对孩子一律平等，这是可以的，可以慢慢进步的就是必须要有智慧哦，要了解众生呢都是怎么样呢，都是有佛性，都可以成佛，那么有的就给你麻烦，有的就又来报恩，有的是来讨债，那没办法，谁叫你过去是就是不平等待人，所以现在就要受这种果报，你应该要惭愧忏悔，为什么你的孩子不是每个都是孝顺的，你过去造了还有一些善恶夹杂的业，所以有的就不孝顺，要了解。所以我常常讲，一分苦是一分罪，你感受到一分苦的时候，别人给你一分苦，那是你一分罪，使到别人会给你那一分苦，不要怪人。看到你很不如意、很不顺的时候，还是不要起烦恼。然后你做事，人家就一直障碍你，一直诽谤你，一直不满意你，那也你就感受很苦。那你要了解了。你们如果受了菩萨戒，就了解。如果你们来发心做什么事，还有这些很多麻烦障碍啊。你不要再起烦恼，因为你已经要修什么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嘛，我刚才说了发菩提心是念念发菩提心，因为呢一起烦恼就是烦恼即菩提嘛，有烦恼就没有菩提，就忘失菩提，那即使你现在还在帮忙厨房炒菜什么，那还是魔业，明白吗？你不要让自己种魔业，你应该要修佛业，修佛业就是心里不要念那个人骂你那句话，你应该念谁，念阿弥陀佛，不是念刚才那个人又在说什么话，为什么凡夫讲的话你这么有兴趣呢？凡夫讲的话只有让你很多时候让你你一执着他们讲的话，你惨了，你就不清净，他讲的是赞叹话你又开心哦，开心这种开心也是我相的开心嘛，我值得开心，他讲的话呢你不喜欢，你又起烦恼，又是属于什么魔业，你们从今天开始要记得，所以我们应该要鼓励自己，我不要再去念那些发生过的事情，因为这个都是十二相，佛教我们要修道就要离十二相，不要随着十二相跑，我应该呢有这种事情刺激我的时候，有因果现前的时候，我柔软心接受，然后我还是要呢继续念更重要的佛，因为你看佛对我们这么关心我们，我们只要记得他，我们就可以得到佛的救度啊！那多重要呢，这么重要事情不去办，一直去烦恼那些如意不如意的事情哦，那实在是智慧不够啊，明白吗？所以你看，像这里刚才我们还有读到，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今我于此事作佛，降化五恶，消除五痛，绝灭五烧。佛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他说这个世界是有五恶、五烧、五痛。五恶我们以后会研究，无量寿经里面讲我们娑婆世界不好，有充满五恶，然后有五恶就会感受到五痛跟五烧的果报，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很痛心，有没有发生一些事情很痛心，好像被火烧一样辛苦，有没有？那是因为你种过五恶的关系，现在果报现前就会有遇到很多痛苦的事情，清楚吗？那佛来到人间就教我们要降服我们的五恶，把五恶化解掉，不要起五恶的那个业，不要起生口意三恶业，这样我们就不会感受到痛烧了。
然后还有啊，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过日子？大家读：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啊，你看这个多么好！我们现在啊，遇到一些不顺的事情，你感受到痛跟烧啊，注意啊，你们以后啊，起烦恼的就是痛跟烧，有痛有烧的时候啊，火滚的时候哈、啊，要记得借这个机会赶快怎么样？以善攻恶，起善念，不要起痛烧，因为痛烧而起烦恼，对不对？一定会起烦恼。你不要，你赶快起善念来攻那个烦恼，叫以善攻恶。如果你能够这样，恭喜你，你又是发菩提心，不是发烦恼心，你又可以修诸功德，又可以拔什么生死之苦，然后当下又可以得到五种德恨啊。可以得到无为的安乐，你看多么好。所以呢，你要得到最真正的快乐叫无为的安乐，就是做什么事情都很自在很洒脱，没有什么挂碍的、啊、去道场也没有挂碍，今天是敬老节也是很轻松去办敬老节，也不会觉得就很紧张，有没有就很压力或者很麻烦，等一下遇到什么哦，下大雨又紧张，不会，你就很无为之安、啊、你要得到这种快乐，你要有五德，你要得到五德，你要懂得以善攻攻恶，就是要很有坚固心，跟自己讲我要发菩提心，我念念要生菩提，不要起烦恼，起烦恼菩提就不见了，菩提不见，即使我是在做好事都是属于魔业、啊、要记得跟自己讲 Never forget what I say today you know? 好，今天大概是讲到这里啊，然后呢，其实真的无量寿经、哦、真的很好的，你们学了之后啊，你就会怎么样知道拔生死之苦。那刚才这个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哦、我今天是先讲发菩提心嘛，发菩提心的人呢，他就是念念都菩提，菩提就是觉悟，他很会觉悟，诶，这是顺与不顺，这是好，这是不好。然后为什么会不好？哦，有因果的，我不要怪他啊。就像呢，有句是告诉我说，老板呢这一次就诽谤他，老板做错事啊，不敢承认啊，就讲他咯，是他惹的祸啊。所以他很开心，他知道他反应很开心啊。为什么开心呢？因为呢，就想说消业障哦，哦、啊、是想说。因为我们在修行上呢，那刚刚受了菩萨戒，还给突然间给老板这样冤枉一下，老板是批准你去万佛城啊，受菩萨戒哦，好恩人，突然间又变成仇人哦，又来降祸给你，你看妙不妙？一定要这样子的哦，修行你要修到之后哈、哦，你不要 expect 每个会帮助你的人永远都会帮助你，他一定会变成哈、哦、来降祸给你的。最好的 example 就是释迦牟尼佛，你们听法华经，去年法师跟你们讲法华经的时候就有提到提婆达多品，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会成佛，就是提婆达多的关系，因为他以前做国王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做国王就敲锣打鼓啊，问说有哪一个善知识可以教我大乘法的，我一定要做，我愿意呢，把我的国王的位让给你，而且我会做你的仆人，我会帮 serve 你，我会呢，侍奉你，啊，结果那个人就是提婆达多，就说我有大乘法，叫妙法莲华经，叫菩萨法，我可以教你。他就真的开始每天服务他了，烧开水啊，煮饭菜啊，国王嘞，就为了求法可以这样子跟一个善知识学到，就因为学到那部经，后来他就成佛。可是这个善知识哦，第一个令他修大乘法的就是提婆达多善知识，后来这个善知识变成他生生世世的仇人，就是要杀害他，要对他不好，你们说怎么样？就因为说从始至终他说能够令我早日成佛就是谁？提婆达多哦，原来他是最初教他菩萨法，最后就专门迫害他，诽谤他，要杀他，连他成佛的时候都要来诽谤他，都要来呢破和合身，你们知道吗？提婆达多，可是没有这一位呢，释迦佛没有这样快成佛，你们清楚吗？所以呢，懂得你们如果开智慧了，你就会知道，哎，经典都有这个 example， 那表示说我老板今天对我很好，改天还会对我很不好的哦。那对我不好的时候，那是表示他已经哈、哦。
很恭喜我了，应该恭喜我了。现在他已经我修行比较进步了，所以要更进一步、哦、用反面的来教化我。这时候呢，诽谤你、诬赖你，是不是心还可以很平静呢？有的话就是有忍辱波罗蜜咯，对吗？有的话就有禅定功夫咯，又有般若波罗蜜咯，又有平等心咯，慈悲心咯，又有不分别的心咯。哇，一切的善法具足，就因为他这样对待我不好。你们清楚吗？一定要了解，真的是这样。即使你不能感受到很 happy， 你都要跟自己讲，表示我可以，已经可以开始受这种 testing 了。我可以呢，逆境也可以去突破了。所以发菩提心多么开心哦！发了菩提心，你就是心里只有一件事情：我要成佛，我要求菩提，我要求菩提，所以我必须要时时保持觉悟。今天为什么不顺？觉悟不顺的原因，然后觉悟不顺是帮助我修道在哪一方面？这样子去觉悟的话，你还是修诸功德啊，还是可以拿来发愿啊，修诸功德啊。哦，所以今天第十九愿暂时讲到这里，明天再继续。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今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